在我们今年这个2023年，无论中国新能源产业，聚集度城市排行榜中，就是有几个城市是发展速度是比较好的。一个就是重庆，在西部那里就抓了很多的新的就是投资的。然后一个是武汉的，一个是沈阳的。我们发现这些可以说是传统的汽车还是制造业的地方，现在也是抓这个新能源的行业的抓的还是相对蛮好的。是的。